老板，这是空心菜，这也是空心菜，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吃？我们常吃的空心菜，因为种植方式的不同，其实有分为两种。这种菜茎又细又长，叶子也算狭长状的，是属于旱田栽培，也就是一般说的土根。购买时更常会看到这个菜根。而另一种是水根，也就是水田栽培，它的叶子较大片，菜茎的部分又粗又厚，像吸管，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品种。今天就来试试到底哪种好吃。有蒜头辣椒爆香，菜梗比较不容易熟，先下锅翻炒10秒，接着下菜叶，米酒、盐，完成。其实两种吃起来口感不太一样，土根的因为它的茎比较细，所以整体吃起来感觉比较细嫩，那这种水根的因为它的梗是稍微比较粗一点的，吃起来它的脆口度会更明显。两种空心菜换你试试吧。关注少一块肉，一起少一块肉吧。